那我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如果行政机关做错事情的话，就会约那个约询，或是调查这样哈。如果行政机关做不好的话，就弹劾这样，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对监察委员都非常的敬畏这样哈。没想到呢，今天我们的那个监察委员呢这么温柔可亲的，跟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上课啊，所以你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！刚刚徐部长说，各位都是未来的，就是明日之星啊，非常确定，因为你们这么年轻就可以聆听我们那个蔡监察委员的教诲哈，非常非常的幸运。这个大概也只有就是那么高档的熊商的团队哈，在杨校长跟谢主任领导之下哈，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。那我知道说，你们其实都是学生会跟社团的干部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经过了这样的课程呢，我想两位今天的讲者已经给各位很多谆谆教诲。但是我其实也要提醒各位，就是说在你想要担任就是明日之星的那个过程里面，你即便承诺就是你要爱，你要和平，你要服务，你要奉献，但是呢这样的承诺其实不会那么简单达到的，对不对？它会不会有挑战？会。会不会有挫折？会。会不会有失败？对，就是你要做一件好事，可是有的人呢会嘻嘻，那个人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啊？他是在打什么那个心眼啊？这样会不会有人怀疑？会，对不对？那你会退却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让你退却？会不会？不会。好，那表示说不会的，待会可以拿到证书了。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承诺我们要服务别人，但实际上这些服务你这样的承诺是会受到很多的挑战，也唯有就是不害怕挑战，可以超越挑战，可以超越别人对你的质疑啊，然后你自己信心很坚定的就是越过一个山越过一个山，然后你才可以真正到达那个巅峰，你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明日之星。我们也非常的就是抱有很大的期望，然后就说你们这些年轻的伙伴哈，可以超越，就是今天的讲座非常的优秀，我相信你们可以超越这些优秀的讲座。好，祝福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授证仪式开始。宣誓代表请上台。颁证仪式目的为勉励在场优秀的高中生成为优秀的领导人，未来也能贡献自己的才能，贡献服务社会，尽一己之力。宣誓，全体高中生请起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恭请我们戴副局长为我们五位
学生会还有社联会的代表，好，来颁证我们的奉献、服务，还有一些爱、希望、和平的奖章。来，我们请掌声欢迎我们副局长。好，奉献、授予爱、希望、和平、奉献、服务、奖章，即勉未来领导人才秉持爱与促进和平为毕生志业，以服务奉献的精神，让世界更祥和、更有希望。有安排哦，有安排，有安排。好，接下来颁证的是和平奖章。好，最后的奖章我们要邀请到我们陈局市长，请勉各位同学有服务的精神。好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陈局市长。对，中间。好，我们请副局长到中间跟我们五个啊。站到讲台上，好，来，我们站到讲台上去好了。好，那个中间社联会的小朋友要把市长，对，然后哦，好，我们勤勉我们今天的明日之星哦，将来在服务的过程里面能够秉持着爱、希望、和平的理念，奉献你们的才能，然后来回馈服务我们的社会，这是我们今天整个活动对你们最大的期许。好，那我相信呢，也跟副局长报告，在十二月之前，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会看到我们这一群明日之星服务的一个过程。好，好，我们十二位代表之外呢，也有我们社联会跟学生会的同学，我们一起过来。我们总共邀请到十五位代表 ，OK 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社联会的以礼来带领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红以礼，以礼，你待会站 ，Sorry， 来，哦，礼 ，Sorry， 好，阿林，你待会站中间哈，来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最优秀的社联会，正中间。好，来，我们各校的都是我们各校的领袖人才哈，我们就以红以礼同学为正中，红礼仪同学为正中心哈，来，请分两边站，来，请上台，我们台下的同学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。各七个，好。来，请把你们最有自信的一面跟你们的笑容展现出来，好不好？